天我的妹妹出现了。妹妹什么时候开 YouTube？ 我一下子我手机叭叭叭叭，我会觉得我居然不记得对方的生日圈耶。Hello everyone, today is a good day.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天气很好，所以我打算在家的外面的草地 picnic。嘿，然后今天还有 Grand Hyatt 呢，送了很多食物来，因为在家也是很闷，然后我跟我妹妹就打算一起 picnic。那天呢，我们就录了一个 picnic 的，其实想在那边录 Q&A， 反正真的是很晒。然后我们两个是那种蚊子很喜欢咬我们的， yeah. 我们就回来房间里面吹着 aircon 录，所以我们就会在这里回答你们。First question， 妹妹在美国读什么专业？So basically, I applied undeclared, so I'm just taking a bunch of different classes. I can just pick a major in like a few years. I'm studying at Scripps College in Claremont. It's like an all-women's liberal arts college, and it's really small, so I don't think many people have heard about it. 还有人问妹妹什么时候开 YouTube?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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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Actually, I want to start a YouTube channel. Yeah, you should start. I'm just...You should start. I can't edit. I don't know how to edit. Edit the problem is biggest problem. Yeah. 因为我也是有遇到这个问题。你如果要找 editor 也是很难，连找到了也是哇，需要很长时间来沟通。我们吵架最严重的一次是什么时候？有不一次有人问我们有没有吵架，可是我们没有吵架。Yeah.没有，我没有吵架，因为我妹妹超级佛系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不会 like， 我不
会生气。我觉得他没有大的 emotion， 是不是？我会哭很多。他会哭， yeah. 他伤心、生气，他都哭。Yeah. 以后很少会在我的 video 看到妹妹的嘛。但是我12月会回来。为什么你会回来呢？我们一定想问。Daddy 要我回来。是因为 Daddy， 他是 Daddy's girl， so Daddy 会几个月就想看到一次，所以就会常回来咯。你妹妹去到美国需要隔离吗？不用隔离，只是要做那个 PCR test 就可以了。对，去美国不用隔离，这样回来要隔离吗？定什么？其实本来我也是有想要陪妹妹去开学的，我太迟弄了。然后呢，我就在想，回来的话我要隔离14天，我要关在 hotel 里面。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能被关注的。如果关在家里，我可以走出去家门口那种。关在 hotel 里面，我觉得我会。可是他可以，他是很 enjoy 在房间里面，他可以一个人很久了。你们有照顾你们的饮食了吗？有的话怎样照顾？什么都没有做。Yeah. 可能我觉得我们像妈咪以前是讲她是瘦底的啦，我不知道我们老的时候会不会变胖。我是认为自己是瘦底啊，妹妹也是，没有讲特意去很照顾自己的饮食啊，就什么都吃，而且我们喜欢吃。cups 很多，想吃面。我们很喜欢吃面哦，面是我们的第一名。我们可以天天吃面的，我觉得就很喜欢吃面的。我晚上就是会吃宵夜、零食这些，我们都会吃。我喜欢运动，但是我是太懒惰。OK， 下一个问题，你跟妹妹有没有一起泡过澡？有，我们几岁的时候？对，小时候的时候我们有。大了嘞，因为我自己住在我自己的家嘛，很少机会会一起洗澡啦，都是洗好澡然后才出来这样子。现在如果要我们宠我，I think 也是 OK， 有时候他宠完我也是会进去这样子。我会觉得这样。OK， 有人讲不舍得你，不舍得你，因为以后的影片。你们耐心的等3个月后吧，3个月后我再看可以录什么。难道又要 Q&A Part 3？ Maybe I'll post more Instagram. Yeah， 很多人一直叫你 post more。那你先把我帮你拍的先 post 上去，那个戴帽子的。这个很美。我那时候一 post 在我 story， 每个我讲 Oh my god 很美美美，叫他 post， 他不要理我。多一点就不是很多，是一点。妹妹去美国打什么疫苗？我打 Pfizer。Pfizer， 因为是美国不如果打 AZ 的话不能去是吗？不懂。我是可以啊。我那时候是有看去 Google search 一下啦，讲什么美国没有承认 AZ， 只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去啊，这我就不清楚。反正妹妹打 Pfizer。When's your sister birthday？Guess 一下，看我们了解对方嘛。Your birthday 都是 January， right？ No， no， no。 Oh， February？ Yeah， February。18？ 不是。26？ 26。Oh，no！ 哦，惨了，叫我猜妹妹，我好像也是，September? No. Oh no! Oh shit! October. Yeah. October. 9. Shit. 惨了，我们没有，竟然不记得对方的生日。12. No. 不是吧？惨了，我，你们有在哪个 range？ Less than 12. 怎么不记得了？October 9 No， 惨了，我三次都我是不，我记得你跟弟弟的好像是差不多。Yeah， 我跟弟弟很靠近。Okay， 你讲吧。是 October 2nd。哦，这次 September 20。哦呀，呀，很靠近。我
我居然不记得。哎，这样我们猜妈咪的，妈咪的记得吗？ Yeah, January 29th. 啊，真的对我在点东西啊。Oh no, oh no. 我记得妈咪的记得。我记得我 boyfriend。你和妹妹，谁的脾气比较暴躁？这个也是好像上个影片有。有讲到了嘞，他是一个没什么脾气的，我就是会发脾气的人。对啊，像妈咪。我会脾气来的时候很快，可是我去的也很快。我一下子我生气，叭叭叭叭，但是我很快就忘记了，我不会记很久。你们是亲生两姐妹吗？为什么不想？这个问题也上个 ，please 你们去看回 part one 的，就是同父异母哟。妹妹喜欢吃什么？哦，刚才也是有讲了。对啊，喜欢吃面 ，seafood fish skin。她很喜欢我们每次吃鱼的时候，她讲我可以吃你的鱼皮吗？对呀，很可爱呀，很好。它 collagen, collagen 很多。Yeah. 我们有没有掉头发？怎样？你也可以我们的头发。我不懂，我也是掉头发，就很多。我也是。你们应该会看到我用一个 headband 顶住了脱发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脱发我是接发啦，我有做 hair extension， 头发真的太少了。我的工作每次要拍摄，然后头发很少，就是看起来真的很不美。脱发问题啊，我觉得可以用那个 hair tonic 还是 essence， 许雪豆的不错， shampoo 也是许雪豆有一个 hair loss 的，我觉得 not bad， 你们可以去 try。After MCO 可以跟你弟弟妹妹一起 vlog 吗？他现在都要回去哦，几时才要做 MCO 啊？我们你可以跟阿杰 vlog， 可是 like 你们两个，我弟弟只喜欢运动，然后我又不喜欢运动，然后我跟妹妹会比较喜欢可能扮美啊，出去 cafe 吃东西这种，弟弟的话就。男生嘛，男生就比较喜欢打 game 运动那种，所以感觉很难。可是弟弟还没有回去啦，所以可以跟他去来煮饭。好像我们每次都拍煮饭了嘞。哎呀，很多次哦，我还是想下一个 content 我们要拍什么 ？OK， 本来我跟他讲，叫他想一个我们可以拍的那个 idea， 然后他到现在还没有想，他要回去了，他多几天回去。我可以想啊。他居然到现在还没有想，我要吐血了。下一个 content 呢？你们想，然后等他美国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拍了。对，你们可以再留言告诉我们下一个 content 可以拍什么。那个问题 ，After US deciding to come back Malaysia? Not sure. I think so. Like I don't want to live there. I'll probably leave after I graduate. But not sure if it's Malaysia.你一定要回来呀、啊！不然我们会很想你。我一定会 like 回来 like visit 你们。可是你不会住 US 不是？也不会住那边。这样你要去住哪里？还不懂。还不懂，但是在 like Asia 就可以了。因为你很喜欢吃 Asian food。Yeah。你住在外国应该。I mean, 外国有 like 好的 Asian food， 但是 like 我不喜欢住在美国。OK， 有人问妹妹是怎样申请回到美国读书的，因为有人讲她我的 master 申请一直被卡住一年了。不就是申请吧？我是要申请吧？我全部朋友已经来回了，还是这个星期、下个星期就要回了。对，他朋友很多也是。在美国读书了，然后回来，现在都全部回去了，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要做那个 My Travel Pass， 对，我忘记，他忘记做了，然后本来是 supposed to be Sunday go back 的， and then 现在是要 postpone。Yeah， 好惨啊，可以住住云天在这边。妹妹是去美国哪一个州？California inside.It's like near LA. Claremont's like a 30 minutes drive from like downtown LA. 不要讲你们很喜欢我妹妹讲英文，我自己也很喜欢。所以跟你们讲，
读书要用功读书。但是我其实因为我从小哦，我住在Johor的嘛，我是在Johor长大跟婆婆 ，and then 我妹妹是从小就在 KL。我发现到啦，Johor的人哦都很少，很像很少会从小就讲英文的嘞。对，我们Johor那一区哦，就是读书就读书哦，可是全部人是讲华语啊，还是有点方言这样子的，所以就没有那种。但是我英文不是很好哎，我只是去美国过后比较好。两年，等我回来两年，我已经回去我的 normal accent 了。我以前在酒后是完完全全没有人跟我讲英文的，没有人会讲会啊，我要买一个东西，没有人会跟我用英文讲话，就是来了 KL 过后才有进步那么一点点，就是才会用上老师教的那一些英文词汇。上年我是可以说英文来。Like I'm only fluent in English, so luckily, I don't even speak Malay or Chinese. Yeah. Chinese okay, 其实进步很多。以前我跟他讲过奖，过奖，他会问我什么是过奖。过奖，现在还是不知道，算了。所以我每次跟他讲话，我会按摩，掺华语，再掺来掺去，掺来掺去，所以变得我讲话好像。不会讲英文啊，还要学人家掺英文这样子。At least 妈咪会跟我讲中文，因为 daddy 跟我讲英文，就如果我跟妈咪 daddy 讲英文，就根本不会说中文了。对，我就觉得是我是 ，at least 我跟你们讲，还有人跟我讲到，不然我更没有人跟我就是撒英文了。你可以 like 听我跟他姐讲话，我每次讲。你们讲很快，他跟我的弟弟两个哦是，哇，他们讲完两遍了，我才哈，我因为不是很会嘛，然后他们又讲快，真是听不懂。OK， 下一个问题是最多人问的，就是一直都会有人问，为什么我的影片，就是很多在点一家影片呢，是没有妈咪在。是因为呢，一点吗？其实我觉得父母的关系呢，都是他们大人决定的。其实我们小孩也不需要太过伤心什么，因为如果你有正在经历就是父母离异的关系呢，就是会觉得很辛苦啊，很不开心的话呢，我觉得其实都要看开一点啊，就。大人有大人自己的决定，我们小孩子就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可以了。就是时间可以治愈一切，时间过了其实就没有什么了。所以呢，想说如果你也是在go through这个，那你觉得很不开心、很辛苦，其实没有什么的，好吗？加油！刚才有人就问我们说，为什么没有看到你妈咪在我的影片中没有出现？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妈咪叫过来了，她现在还在整理整理整理。耶，我妈咪来了，呜，耶！很多人就问，哎，这么影片没有看到妈咪，没有看到妈咪，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我看到 YouTube 还有人 search 一菲妈妈，一菲是妈咪。很多人很好奇你这么没有出现，我就讲因为我妈咪很帅，每次要拍你，不要拍我，不要拍我，不要拍我，我们一直想看的妈咪出现了，你好意，好吧，你讲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菲妈咪，我是一菲妈咪，终于出现了 ，OK，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喽，拜拜，他叫我回答英文，对我在。英文，因为很多人跟我讲喜欢听我妹妹讲英文，我是要讲我这个 vlog 录来好像你们都不是在问我们两姐妹的问题，是关于我妹妹的 personal Q&A。喂，你看大妈说，啊，钱钱钱，你们记得要分享、订阅、留言、按赞。Don't forget to like, subscribe, and share. Yeah, 记得哦，记得要 thumbs up, thumbs up. Yes. 好，拜拜，拜拜。